这样我们出去谈妥的话，就不会让人家觉得，哎呀，你除了知道你那些科技东西，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不叫做生意，那叫做 research， 对吧？这个是这一个道理。那你当然你是说你要告诉人家我到底要做什么产品。刚才那个雷总也说了，说最好的产品不是说是技术上含量高，最好的产品是人家马上能接受。这个也是我开公司以后等到四五年以后才琢磨出来，如果我现在发明的东西太领先了，从技术上来说是很好，专利也很好，让人家觉得技术含量很高，但是你要跟那临床一讲，他们说 impossible， 你要改变我这些东西根本不可能，所以你反过头来你改你的东西，所以最后倒过来头我就说，你干脆你告诉我你要什么，看我能不能按我的技术来给你做到你的。当然中国我是做诊断的，中国那边跟我讲说最好是北美产品，我说这可以啊，最好是价钱就跟我们现在用的那个生化差不多，我说这个比较难，然后最好就是按摩骨都能做，不是说是我找一个技术员我辛辛苦苦的确定他半个月，然后呢做好了他又走了，我又没人了，那这个呢也是很难。反正最后呢就是我就反过来把我们的技术来达到他们的要求，而不是说嘿我有个好东西你来买我，而是你要什么我来给你做成你要的东西，那这里头有技术含量最高。那当然最好你整个 plan 里头你没有资金那又是不行，那所以这个资金呢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，不要也想到是我下两个月，我要想到的是我下面两年当中我需要多少资金，然后呢要有个详细的是我下个月需要多少。那这是你如果是计划到你的公司要两年以后都包括的资金，那肯定我就不会犯我上次的第一个错，人家愿意提供我两个 million 的那个投资，但我只写出来需要15万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惨的一个教训。但是呢就是我说还是我 most 的，那这时候你现在这时候 plan 都找好了 people 也找好了，那你现在 partner， 那 partner 的话呢我跟你讲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弱点。中国人刚开始几个人哥俩哥仨说好了做了，然后最后能善始善终的我没看到一家公司是中国人几个公司合伙的。这个的话呢我觉得呢这里头有几个特点，就是说中国人当中之间做事呢比较容易好的起头，哎，咱俩认识很久了，你也信过我，我也信了你，也没什么 document 就上就开了，说好你50我50的。那最后慢慢的，他有别的事情忙了，我是一天到晚在那忙的，最后呢心里不平衡了，这些东西呢是很正常的现象。所以我的建议是说，找中国 partner 呢还是最好，因为大家文化背景相同，理解能最好。唯一的一点就是说是再要好的哥们儿。你一定要就是 document 按照这边写好，那个不光是那个股份的分配问题、职权的分配问题，还有就是 shareholder agreement， 可以做什么，可以不做什么，对吧？这些都是规定好了以后呢，就不会有太大的争议。而且呢，永远就要想着说是我做多少是为我自己那一份，把它怎么样发展，而不是说是我去看人家那一份。我再三跟大家讲的就是说，我可以占有90%的这么大的饼，和占有10%的这么大的饼，你说你要哪个？从道理上来打架都很想得通，我宁可要10%这么大，但心理素质上平衡不可能做到，因为毕竟来说头期是你能迈出那一步，不光是说是就说是问太太要多少钱的问题，这就是你往往是把自己好的前途给放弃了。才迈那一步，对吧？这是肯定，这是我说肯定你要想好的。所以这个他们之间就是，还有呢，我是借鉴，怎么是回去？这个回上一个，上一个，哎，对，这个借鉴别人成功的东西，就是 affiliate， 就是说现在这个时代啊，你最好是说你开公司最好要就是说借鉴别人已经，比如说是。他这家公司跟我可能有合作的，那我们可以不能去签一些这种意向呀，或者是给你一个 credibility 的问题。我当时去年是给一个出了很好的主意，但是我估计他没拿我那个主意去做。他也是要开发一个新的药，然后呢，我觉得这个做药的话就比较难，
因为这个资金。